我江城穿越了？你以为我可以像其他穿越者一样，秒天秒地秒空气，凌驾于万人之上？哈哈哈哈哈！蝼蚁，没想到现实很残酷，我只是一个濒临死亡的铺盖仔，没有修为，也没有传说中的外挂系统。 就这样没吃没喝了好几天了，我感觉我好想看见我太奶了。检测到宿主已死亡，系统激活中。我顶雷呀，老子都死了，现在激活有什么用？欢迎使用永恒不败系统。 奖励宿主获得一亿条命，每次被杀后会在一分钟内复活，并为宿主安排方案以打败对手。生死命运前，人生总有打击的。可以无限复活。重温新提示您，还会有办法打败对手，珍爱生命，好好活着。只要我不断作死，就会变强哦。检测到宿主死亡原因，脱水，正在生成生存方案，请稍后。 奖励宿主三界第一至尊体质天荒不灭体，天荒不灭体已激活，宿主复活中。啊，我活过来了！啊，天荒不灭体，牛逼儿啊！接下来我是不是要横扫三界了？看来命运还是眷顾我的。 这下我一定要过上，不过话说回来，我怎么还是一个凡人？不是天荒不灭体质吗？为什么没有任何变化？你干嘛？哎呦，狗系统，你玩我是吧？ 我要退货，想办法让老子出去。暂无权限，没有修为我还是要死，老子还不如撞死自己。温馨提示：宿主如要自杀，将会禁用复活功能。我靠！我好疼！狗系统，说好奖励一亿条命。嗯。 竟然禁止自杀，不让卡 bug， 有何用啊？出又出不去，新手礼包也不给，哪怕送个被子也好啊！啊嘞！我去，这天降妹子，这么刺激的吗？ 哎，小美人儿，你好呀，看你喘不上气的样子，需不需要哥哥帮忙啊？什么人？不许靠近！好机会，既然系统让自杀，那就作死让别人杀总可以吧？嘿嘿嘿嘿，小美人儿，哥哥好寂寞哟，哥哥好想被妹妹砍呢。 快来砍我呀！快来砍我呀！一箭捅死我！快来呀！直接要求他人杀死自己，或买通他人杀死自己，是否想要自杀？系统会尊重宿主的选择，禁用复活功能。我靠，这也不行！哎，美女，等等，这家伙，刚刚倒是长了一副好皮囊。我知道你很想捅我，但是你先别捅。 既然系统不让我主动寻死，那我只好当一次反派，引人上钩了。哈哈，姑娘，对不住了，为了系统的奖励，让哥哥我先劫个色。来呀，快活呀！快杀我！快杀我！快杀我！滚开！再靠近，我可是真的会杀了你的。找到了，在这里。 嗯，纪凌寒，我看你往哪里跑？乖乖束手就擒吧。来了个美人儿，英雄救美吗？嗯，好啊，好啊。纪凌寒，你不是很厉害吗？飞仙门已被我们灭门了。什么？去年七派大师
竟敢当众击败我，让我丢光了脸面，如今我要一雪前耻。这个娘们儿可不像好人呐，灭人满门还不够，还要赶尽杀绝。姚云轩，你这毒妇，就为这事你便灭我飞仙门满门？别听他废话了，我们给他挑个死法吧。别急嘛，我们可以慢慢来。好主意啊，机会来了，最喜欢这种反派了。我想到了合理死亡的办法。各位，不好意思打断一下，大家都是修行之人，何必要搞窝里斗呢？哪里冒出来的杂碎，干关本小姐的事儿。既然你诚心诚意地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地告诉你，老夫乃是几千年前纵横天地的上神太初真人。因为上界的纷争，属于你师弟修为，怎么会有个傻子？一切自难成。你这挑毛，是不是不想活了？留口气，这人我留他有用。哼，年轻人，不要太气盛了。老夫先让你们三招。前辈别冲动，他们可是……你过来呀！这小子太装了，我忍不了了。啊！妈妈，我好像又看到我太奶了。前辈，检测到宿主死亡，死亡原因被菜鸡舔狗击杀，击杀者齐月宗下阶弟子，正在生成生存方案。为宿主复制齐月宗掌门全部实力，宗主修为起飞。混账东西，让你们留口气，怎么给杀了？谁知道他那么弱鸡。算了，干正事吧。你们说说我该如何处置这小贱人。不如留他一命，先破了他的相，再废了他修为，让这小贱人一辈子给我舔脚如何？师妹留他一命，这比杀的更不在心肠。师兄也想要。你们这些滥杀无辜的混蛋，我就算是死，也不会让你们得逞的。哟呵，小贱人死到临头还敢嘴硬。师妹，不如先把他交给师兄们玩几个时辰再。哎呀，真是无耻。这些人还真是道德败坏，诈尸了！难道这就是我的意义和使命吗？啊，前辈！什么什么鬼？再杀你一次！穿越心法，指尖一剑，赏你一个大嘴巴！怎么可能？这是我极月宗的内功心法，你怎么会的？该死，那小贱人给了你什么好处，你要如此帮他？你一口一个小贱人的，难道你妈没教过你跟别人说话要讲礼貌吗？一起上，给我弄死他。啊，下不去啊。看来你还没搞清楚现在是谁在控场啊。小兵，你不要过来，我爹可是七月宗宗主。接着喊呢，今天你就是喊破喉咙也没用的。狂妄小儿，安肯动我女儿？后耀眼的特效。那是齐月宗长男姚秋离。爹，杀了他！就是他杀了三位师兄，还要杀我。雨儿，别怕，有我的守护分魂在，没人能动你一根汗毛。糟了，姚秋林是分魂境高手，足够秒杀我们了。小子，受死吧。前辈小心。会有毒死。前辈。抱歉，你爹没了，接下来该你了。你不要过来啊。
当当当当，舔包时间到。系统大佬还是蛮人性化的嘛，竟然直接能显示物品的等级。一波肥，外挂改变命运，我江城发达了。那个前辈，怎么，姑娘要以身相许，感谢我的救命之恩？啊，那倒不是，我看您用的是极月宗心法，该不会是他们的人吧？哈哈哈，笑话，本尊乃自学成才，天文地理，唱跳 rap 篮球，样样精通，岂会是他们的人？嘿嘿嘿嘿嘿，用他们的心法对付他们，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不过是他们的面子罢了。呀，原来如此，前辈大能耐大德行，万辈佩服。哈哈，机操，这都是机操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小妹妹，本尊所作所为都是为了考验你，你要保守秘密，不许告诉他人。晚辈还有一事相求，那些混蛋恶人灭我宗门，请前辈替天行道，把我飞仙门洗刷原职。系统任务派发，主线一统三界，拥有一门宗派。主线任务？系统，这主线任务都有啥奖励啊？参与系统任务升级速度如开挂，宿主再也不担心修行了。完成系统任务会获得大量系统积分，积分可用来提升系统经验或兑换系统奖励哦。嗯，系统还能升级？等等，既然积分能兑换成系统奖励，那战利品是不是也能啊？积分兑换成功。我靠，老子的零食还没捂热过，坑爹的系统啊，这兑换比例咦，又小企鹅那味儿了，都是骗人的吗？想一想，不付出你会变得更强吗？垃圾系统，毁我青春。前辈，求求您了，只要您愿意帮我，让我做什么都行。啊啊，做什么都行吗？就算前辈想要那个的话，我也。住嘴，本尊可是21世纪五好青年，虽然单身18载，但好歹也是个纯爱少年，休要破我道心。对不起前辈。嗯，算了，我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刚刚说到哪儿了？帮你讨回公道是吧？啊，可以，但是我有一个条件。难道前辈是想可我为了宗门惨死的师兄弟？行业管理我懂，前辈我准备好了。啊，你懂啥了？别想歪了，我可是正人君子，我要当你们宗门的掌门人。您要继承门派？嗯，不行吗？那算了，我们分手吧。不是，前辈不要误会，我愿意飞仙门首席真传弟子拜见新任掌门。任务完成，奖励500积分。耶、nice！ 恭喜宿主收服门徒，收服极品追随者，奖励4000积分。哇，爽啊！一个徒弟就加4000点，果断升级系统。升级成功，当前等级2级，系统盲盒功能已解锁，是否抽奖？我还能开箱，这个我懂，前世玩的游戏都有开箱抽奖功能的。系统抽奖中，别中，一发入魂，让我看到奇迹的光芒。恭喜宿主人品爆发，获得特殊技能洞察。洞察？什么玩意儿？试试。正在宗主附近的藏宝之地，有了啊！运气爆发，哈哈，找到宝贝了。啊，那个掌门，您去哪儿？该不会要抛弃我吧？怎么会呢？你已经是本尊选中的人了，你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动，我去买几个橘子。掌门说话总是这么深奥，让人琢磨不透。应该就是这里了。
系统老哥，能告诉我洞察出来的这东西是什么吗？欢迎使用系统百科服务，一个问题消耗积分500点。我靠，你是氪金游戏的狗策划吧？掉钱眼里了。洞察到物品，世界之心碎片。哼，说的这么定，搞到手看看。哇，好炫彩的特效，看来世界之心是 SSR 神器啊。嗯，啊，什么情况，怎么炸了？我只是挖个宝啊。检测到宿主死亡，死亡原因本源脉冲击杀者，世界之心碎片正在生成生存方案，请稍后。宿主获得特殊能力本源气息，吸引世界之心碎片归顺。嬷嬷嬷嬷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不是世界之心碎片吗？怎么是个小姑娘？嬷嬷爸爸，回答宿主问题，这就是世界之心碎片认主的形态。扣图成功。我靠，什么呀，我又没让你回答。系统百科服务是智能服务，会在宿主需要的时候自动激活，如不需要请回复 TD 退订。 TD 呀、啊、魔物蛋，这小姑娘倒是还蛮可爱的，就是脑子好像不太灵光，男女都分不清。喂喂喂，别叫魔物，怪难听的，叫爸爸。嬷嬷爸爸，喂，你够了！掌门，您没事吧？啊，刚才有一股好强的灵力冲击。喏，是他搞的。好强的灵力气息，这是宝物成精了呀！恭喜掌门收获一把。嬷嬷，他是谁？喂，你傻傻的，脑子不好使，什么都不懂。你和这位姐姐多学习一下。小姑娘，你叫……我操！小丫头，你身上带电的吗？喂，没事吧？你快醒醒啊！喂，你干什么呀？怎么能随便误伤自己人？是嬷嬷让我跟姐姐学习的。女儿通过接触，从她的红海里提起知识，全学会了呢。她只是神识太弱，承受不住控制。暂时晕了过去。这么说，他知道的事情你都已经知道了？那你快说点有用的信息。安娜，此地是飞云州青兰府东北角的绝峰之地。青兰府有8个小势力和2个大势力。飞仙门属8个小势力之一。2个大势力分别是赤日宗和端路世家。好了，打住。我都已经听得头大了，反正你要记得，我是男的，以后叫我爸爸，听懂了吗？好的，嬷嬷。既然做我女儿了，那我就给你取个名字，以后你就叫大黄了。不要，好难听。那你改口叫爸爸，我就给你换个名儿。哼，嬷嬷真坏，套路大黄。啊，你真是宁可自爆也不改口啊！啊。行吧，扭不过你。孽畜，杀我女儿的就是你！孽畜，杀我女儿，老夫要将你碎尸万段！啊，记了呀，今天的复活次数用完了，凶多吉少了呀！喂，系统，救命啊，怎么办呢？温馨提示，系统百科服务已退订，是否重新订阅？我靠，订阅扣图成功，当前积分1000点。您的提问并不在系统业务范围内，很抱歉，如果宿主用尽复活机会后再次被杀，系统会自动寻找下一位宿主。不在业务范围内也扣积分，你穷疯了吧你。我真是服了。罢了，求人不如求己，瞅瞅这杀我的那个，大概就是刚才那坏女人的狗爹。我的实力是他的复刻，
跟他一对一的话，估计五五开。但是加上另外两个，姚长老且慢，先问他线索。嗯，小子，刚刚那股强大的能量，你可知是什么引发的？还望你如实回答。你与姚长老的私人恩怨，我二人不出手便是了。哼，骗谁呢？这两条老狐狸怎么可能袖手旁观？不过我可以套路一下，想办法趁机逃跑。是个七彩流光的鸡儿，是凤凰，朝那边飞了，飞得贼快。几位长老赶快追去吧。多谢了，暂且信你一次。姚长老，你报你的仇，我二人去探一探虚实。私人恩怨日后再说，有钱一起赚，有宝物一起拿，我们三个一起去吧。哎，不用不用，我二人修为不下于姚兄，万无一失的。哎，哪里哪里，老夫居长怎能任二位贤弟犯险呢？还是三人一起去。的老东西，阿柱，什么是七彩鸡儿啊？刚才的冲击明明是……我要害死你爹爹啊！耍我们，准备受死！你这坏妮儿，怎么还咬人啊？哼，嬷嬷，这三个老逼灯是要杀我们吗？大皇生气了。没错，是他们坏坏，他们要杀你爸我。大皇快发威，弄死他们！可是大皇受天道制约，不能随便杀人呀。高灭呀，你怎么突然又怂了？你杀我的时候也没见你顾及天道的感受啊。嬷嬷别呀，大王恼怨，当时大王是不小心误伤的。那你就再不小心一下把他们也误伤了不就完了吗？大王是有原则的物体，才不会像嬷嬷这么不要脸。不过大皇可以压制他们的修为，让他们变普通人而已。吉娃娃什么？少和他们废话，你当处死，我看行，正好为我女儿报仇。巴拉拉能量，眼珠儿。什么情况？灵力怎么突然消失了？哼，恃强凌弱，以多欺少。本神今天就替天行道，结果了你们这帮孙子。胡月御剑术，你怎么会我姬月宗术法？愣着干嘛？快逃啊！我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剑去！修仙者一生疲于修炼，追求功名与利益，死后又能带走什么呢？我唯一能做的就是拿走他们的一切，让他们死得毫无牵挂。所谓掌门，你也不咋肥嘛，没什么有用的宝贝。哎，干什么？你爹我忙着呢，先一边玩去。大皇好饿。你干嘛呀？哎呦，我可不是奶妈呀。大皇饿饿。哼，你有话好好说，不要动手动脚的。走开走开，我没有奶给你喝啊。嬷嬷你想什么呢？大皇是世界之心，要吃零食的。什么逻辑啊？世界之心就能随便吃零食？这荒山野岭的，上哪儿给你找零食去啊？嬷嬷骗大皇，你从那三个老逼灯身上搞了好多零食。嬷嬷已经是天皇不灭体，用不上零食的。给我吃。啊，你说的是这个零食啊？啊，好好好，给你就是了。我怎么昏过去了？你刚刚低血糖，所以嗝过去了。血糖？就是你身体里的能量。掌门，你说的是灵力吧？对，灵力，你们凡人的叫法，在我们神界都叫血糖。越是成功的人士，血糖就越高。前辈的话，
一定要记下来。那是姚秋林，还有丹心和徐明游，这三人都是分魂技的高手，居然被掌门您。小菜一碟。好了，你们飞仙门方位在哪儿？本尊这就出马，帮你们击退外敌。大黄，吃完了吗？我们走。出发，我们先离开这封爵之地，然后赶往飞仙门。全听掌门安排。天哪，掌门这是何等体质，周围十数里灵气都被他一人抽空了。爽啊。哎，小季，你怎么没有修炼啊？林墨，你把灵气都嘬进自己嘴里了，别人当然无法修炼了。啊，这样啊。那小季啊，你跟掌门我一起修炼吧，双修的话应该可以共享灵气哦。不用了掌门，我不激动，怎么感觉掌门不太正经呢？师叔，师叔您醒醒。师妹，我会为你报仇的。洛言，雪儿，你们还活着？季师姐，是季师姐，季师姐还活着。季师侄，你还见到其他门人了吗？梁长老，太好了，您也在。我没见其他人了，只有我自己。你们这边呢？加上我们也只有不到20名弟子逃了出来，长辈里只有梁师叔幸存。该死的极月宗、玄冥派、五雷宗、天炎宗，师父拼了命的送我逃出来，并将他的九绝剑传予了我。我若不能雪死大仇，枉为飞仙门弟子。我师父也把他的灵石和丹药全部存货都给了我，待我修炼至分魂境，定要血洗极月宗。师尊他老人家一身家当都给了我，就为了我飞仙门日后可以重整旗鼓，卷土重来。我两位师弟的方圆戒子都在我这儿。大家都安静，听我说，既然你们都有意为宗门报仇，何必等将来，现在就能办到。啊，梁长老有办法？我与端木世家的二长老交情颇深，你们把身上的值钱物件给我，我去请高手帮忙，只要端木世家出手，收拾那帮杂鱼还不是轻而易举。啊，这哇，这老狗怎么比你还不要脸呢？犹豫什么？机不可失，势不再来，难道刚刚的苦大仇深都只是说说？梁长老说的对啊，以我们的力量想要报仇，不知道要等到何年何月。对，我们相信梁长老，相信端木世家会秉持正义。很好，很好，各位都是大聪明，快！师叔，我们其实不用求端木世家的，这位是我们飞仙门的新任掌门。什么？新掌门？你疯的？老夫还在，轮得到你来任命掌门？掌门他实力强，又高血糖，他答应我们，帮助我们报仇雪恨，重振宗门。什么乱七八糟的，说梦话呢吧你？他一个分魂境四重的无名小卒，拿什么报仇？不用跟他们废话，不就是把占领你们宗门的那群蝼蚁清理掉吗？都给我往后稍一稍，我带你们打。双击赚积分的好机会，绝对不能放过。居然留下这么多人收拾残局，这群强盗还要破坏到什么时候？不做人呐，居然连墙皮都给抠走了，斩断了我们的灵脉。看好大黄，等我凯旋而归。掌门您一定要活着回来，见证我胜利的荣光吧。前辈，这么鲁莽的过去岂不是送死吗？
那里面有好几个分魂境高手，他一个分魂境四重，怕是死得连渣都不剩。不会的，长门塔一定会轻松取胜。走吧。来者何人？我们可是青蓝府大门派人，奉劝尔等散修，莫要多管闲事。开什么玩笑，老子可是飞仙门的新任掌门，想侵占我的山门就先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。这好燃，太燃了，一定可以赢的。不愧是掌门，其实方面已经稳赢了。这就是个傻子呀，我们一起上，别给他机会。来呀，掌门帅呀。掌门必上。啊！果然是送死了，掌门都死了。季师侄，你是从哪儿找的这傻子？多亏我们没一起上，不然连飞仙门的后路都被堵死了。哼，还真以为是什么世外高人，原来是个纯捡垃圾吃的。检测到宿主死亡，死亡原因群殴致死。金杀者刺客众修真者正在生成生存方案，请稍后。由于实力相差悬殊，系统为宿主安排一次性一重玄天劫雷，宿主即将复活。怎么突然变天了？雷声一响，尊将登场。一旦接受了自己的软弱，那我就是无敌的。召唤雷霆之力，惊雷这玄天修为，天塌地陷紫金锤，紫电这玄天火焰，九天玄剑惊天变。好强大的招法，好浑厚的嗓音，好押韵的口诀。嬷嬷要放烟花吗？掌门的血糖真高，我们赢了，好运！飞仙门众真传弟子叩见新任掌门。掌门强，恭喜他！掌门强，恭喜他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机灵的这傻妮儿把风向整个都带偏了呀！恭喜宿主收获新部下多名，奖励积分355点，当前积分1355点。哎呀，这么多人加在一起还没有纪凌寒一个人的多吗？梁长老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我区区分魂境四重，有没有资格当这个掌门？飞仙门长老梁达拜见新任掌门。掌门强，高血糖，打不过就加入，他实力也算一方至尊，且先跟他。哎，完了完了，这高血糖已经变成我的称号了。掌门，把握机会。好吧，梁长老免礼。趁着大家都在，本掌门就定一个小目标。定你们派事务对吧？这个我懂。嬷嬷的小目标一定是赚钱给大皇买零食吃。不不不，我的小目标是他娘的四大派。这算小目标？干他娘的四大派！干他娘的四大派！跟着掌门混，前途无限光明。掌门霸气威武，掌门是永远的神。我先去前面探探路，先从极月宗开刀。你们老老实实的看护宗门就行。岂能让掌门一人独自犯险？弟子愿随行前往。啊，算我一个。哎。这群铁憨憨，跟着去的话绝逼团灭。大家莫慌，掌门是怕敌人偷家才让我们全部镇守宗门的。悟了，我明白了掌门的良苦用心。这么说我们的任务其实更艰巨。掌门，我们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这帮人真的能胡乱脑补啊。以防不测，我梁达请求跟随出征，可助掌门一臂之力。梁长老，您也是正义之人呐。跟着江城混一波战绩，日后我在宗门的资历就稳了，妥妥的一人之下，
万人之上。这个梁老头傻乎乎的跟着嬷嬷，哎呀，估计要被当成工具人了。有梁长老同去，那我就放心了。他如此自信，定是胜券在握，老夫不虚此行了。什么情况？七位长老的命牌同时碎掉了。飞仙门有谁能一招杀死七位分魂境长老？况且就算他们活着，也不可能同时干掉七位长老。难不成是端木家出手了？不会，有赤日宗在后面撑着，端木家不可能轻举妄动。也是，此事不宜轻举妄动，待我派探子前去打探一番，再做定夺。不用麻烦了，老子亲自来拜访你们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梁达，你这条断脊之犬，靠钻狗洞捡了一条命，居然还敢来送死。江掌门动动嘴就能秒杀你。两个分魂境的渣渣竟敢妄闯我极月宗，一起杀，也给他们逃跑的机会。我们给这帮喽啰们小刀拉屁股开开眼。别慌，小丑。臭弟弟们都等死吧。你们的攻击在我们江掌门面前犹如瘙痒，是吧，江掌门？江掌门，你别吓我呀，掌门！掌门，没有你我怎么活呀，掌门？我一直以为你梁达是个聪明人，不想你也会被宗门做出这等蠢事。极月宗上下听令，在。误会误会，我是来投靠。轻点，干他！哎呦，别打了！别打了！请说到宿主死亡，死亡原因群殴致死，击杀者及月宗众修真者正在生成生存方案，请稍后。由于实力相差悬殊，系统为宿主安排一次性召唤符一张。什么破方案嘛！就不能让我直接变强秒杀对手吗？宿主即将复活。打狗还得看主呢。诈尸了，他还活着呀？不可能啊，刚才明明已经凉透了呀。既然这样，那就再杀一次。想动我，先问我的好大哥同不同意吧。好儿，死呀！不好了，有人攻打山门了！敌袭，敌袭！三眼虎，你有本事玩女人，你有本事开门啊！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我知道你在家。缩头乌龟，胆小鬼，看老娘炸你出来！大王，大王，大王，那一月双兔王骂得太难听了。就这，比这难听一万倍的我都听过。又不会掉块肉，咱随他去吧。大王，您这么一次次被他堵在家里骂，传出去咱虎族颜面往哪里放啊？你这老长辈就会耍嘴皮子，感情不是疼在你身上，那小娘们守的贼厉害，我要是打得过我早去了。行了行了啊，他们兔族这笔账本王记下了，日后再不是日后再说。大王，你可千万别再去招惹那些兔族小娘了，咱护族大阵可经不住外面的姑奶奶再闹几回了呀。不好了，音乐双兔攻进来了。不错，开后门，快给老子开后门。快救老子。穿鬼，你为什么没事啊？大王，什么情况呀？死呀死呀，被我抓着就死定了。大哥你来了。干啥呢大哥？没错，我溜达。哎不对，谁呀你啊？是你给我召唤到这儿来的？大哥他们不服，给他们点颜色瞧瞧。给你点颜色瞧瞧。我去系统啊，你坑爹呀你，老子两次复活可都用完了。天道之雷，我还是想着前娘的召唤契约，如果动手杀他，
会被天雷抹杀的。小子，别以为你召唤个狗屁小妖就能唬住我们。降妖除魔可是我等家常便饭。狗屁小妖？大妖？不对，是妖王！你老子去死！我去，只一招，全秒了！虎爷威武，老司机带带我。狗犊子，老子正要好好教训银月双钻那小娘们，让你给搅和了。这哪儿啊？好像是叫青兰府。青兰府，飞云州青兰府，给老子传那么远。小瘪犊子，别让我再逮着你。啊，好家伙，招来了个了不得的家伙。等日后小爷我段位高了，定收你当坐骑。现在先垫一下包。哇，不愧是大派啊，收获颇丰。这是。这就是完整的灵脉吗？好壮观啊。二品灵脉可回收给系统兑换抽奖机会祈愿十次，是否兑换？灵脉都能回收兑换？挖绝户坟是我江城的风格。对，江城出征，寸草不生。今天就把这灵脉吸收殆尽。手抽双簧，本大爷直接脱飞入欧。哇，嘘，那个妖王走了。走了？飞云州里怎么会有妖王出没？一击灭掉一个宗门，这是何等的力量。快去藏宝阁看看，说不定还有没拿走的藏品呢。空了，连点零食都没剩下。这真是世外高人吗？吃毒食渣都不生，真是条狗啊。去狗，谁骂我？掌门，掌门您回来了。掌门怎么样了？哎，掌门您为什么如此悲愤？难道出师不利？没事的，只要掌门还在，大仇得报是早晚的事儿。大仇已报，但是梁长老他壮烈牺牲了，是我的失职，可恶的姬月宗。金掌门节哀，这不能怨得了你。人死不能复生，但是你们一定要好好修炼，以慰藉梁长老在天之灵。为了宗门努力修炼，为了梁长老努力修炼，为了宗门努力修炼，为了梁长老努力修炼。大声点儿，听不见。这么小的声音还想报仇吗？努力修炼，努力修炼，努力修炼。好，很有精神。不过想要提高修为，少不了好装备和补给品。小的们分装备喽。掌门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当然是分战利品啊，我可不想我不在的时候你们一点抵抗能力都没有。你知道弟子要为宗门贡献，没听说过宗门为弟子付出的。掌门果然是大德之人啊。我对宝物没有兴趣，为大家谋福报才是我的梦想。掌门真好，当今各大宗门弟子要想得到奖励，都必须表现出很好的资质或做出巨大贡献才行，您却主动给大家散财。哼，在我们飞仙门这都是基本福利，我们是创业公司，扁平化管理，有钱大家赚，有肉大家吃。哦，掌门太帅了。啊，
我终于可以换上高图剑了。这是我梦寐以求的寒钢剑，只有长老才配拥有的四阶宝物啊，我太幸福了。哎，那东西不是给你准备的。呀，掌门对不起，小雪得意忘形了。喏，这个给你。这是极月宗的镇门之宝，六阶灵剑青牙。弟子不敢，这种至宝理应归掌门所有。哎，你收下，本尊的大宝剑，你放心的握紧就行了。还有你。啊，我。啊，掌门叫我了，感觉人生到达了巅峰。你看你这么瘦，给你一件灵甲，加一加防御力。哎呦我去，可是极月宗大长老的朝元中风甲，这可是五级灵甲呀，这是我能得到的吗？谢掌门。嗯，很好很好，以后好好修行哦。原来我在掌门心里并不特殊，是我自作多情了。对了，小季啊。咦，掌门，我在呢。喏，这个你穿上。不是我想看啊，我只是觉得好东西应该给你穿。啊，这是九阶仙衣。快去换上，穿给本座看。很放心的去房间换衣服，本尊绝对不会在门外偷看的。还有，不许额外穿别的外套啊！哇，这个好啊！九阶仙衣，整个飞云州也没有一件，这么贵重的东西，应该给掌门穿。嗯，不必了，本座道行不在身外之物，而且这是女士的，很贵的。穿里面呀，极品灵气实在难得。各大宗门长老得到不同性别款式的，能互换则换，换不了的都是穿在里面。啊！别，休想骗我穿女装。咦，话说回来，这里的灵脉不是被毁了吗？怎么灵力反而更为浓郁了？是掌门你女儿的功劳。啊，大黄，灵脉不仅被他修复了，还从二品变成了三品。啊，这么神奇，难道那个小妮子还能改造大自然？喂，大黄，你挺安逸啊。嬷嬷乖女儿，这灵脉是你搞的？哎，那嬷嬷如果能找到更多世界之心碎片，大黄还能让灵脉品阶再提升。啊，笨得漂亮。喏，奖励你的。掌门，叫我们来，您是有什么事要宣布啊？我简单的讲两句啊，我们飞仙门啊，算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。这个我们要再接再厉啊，不忘初心，紧密围绕。啊，小雪，掌门我在。由你担任财务总监。掌管门派财务，并赠送宝马一匹。啊！恭喜印总喜提宝马七系。掌管门派财务，那我岂不是原地巅峰？罗远担任总务处主任，总理门派繁杂琐事。是，掌门，罗远定当恪守职责。掌门这是拿我当左膀右臂了。最后，小季啊，在。你做 CEO， 本座不在的时候。就由你统领门派上下一切事宜。是，掌门。让我们同舟共济，走向繁荣。听懂，掌声。嗯，好了好了，安排妥当。明日你们依旧看家，本座去找玄冰派和五雷宗算账。哦，你们知道本座要来？强城，现在叫你幕后主使现身，饶你不死。幕后主使？什么幕后主使？本尊一生行事，何曾受他人指使？别装了，以你分魂境，六重的实力，能灭得了极月宗吗？
现在供他出来，擅闯我宗门的罪过就不追究了。废话真多，准备受死吧。啊，不对，赐我一死吧。你朕急了，冰霜天牢阵。好空虚，好冷啊。老子成冰了。这是什么奇怪的死法喂，简直就是折磨。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到阴曹地府后悔去吧。检测到宿主死亡，死亡原因被护宗大阵杀死，击杀者玄冰派全体失声，正在生成生存方案，请稍后。由于实力相差悬殊，系统为宿主安排一次性召唤符一张，摇人。啊，怎么这么耳熟啊？噜啦啦噜啦啦噜噜噜噜噜啦啦噜啦噜啦噜。召唤完本大爷也不给个回城符，这十万八千里越到红莲马月去，别让我在天牢狱遇见你。他妈飞了一天一夜了，别召唤老子了呀！嗨嗨嗨！啊，怎么回事？刚刚明明死成渣了，难道是障眼法？这个轮流主，不可能有障眼法，能骗过我们所有人的。啊，哈哈，对不住了，虎兄，又得麻烦您了。臭逼崽子，你成心玩我是不是？七月的施主雷电惩罚。一时放不要紧，退一步，越想越急。他娘的，就他们呗！你瞅啥？大妖，飞云州怎么会有大妖？布阵，快布阵！大妖，你真看你们的狗眼，给我瞅清楚了。本大爷是什么？喂，虎兄，你放心呐、啊，他们会摆阵呐、啊，老厉害了，可不要大意啊！冰霜天牢阵，傻逼崽子，求人帮忙就别指手画脚，懂吗？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您表演，您表演。啊！只一击就破了我们的冰霜天牢阵。嘿。武神牛逼，继续！小虎牛逼！小逼崽子，我警告你啊，别再召唤老子了！你他妈知不知道，你爽一次，老子得跑多远？虎兄，你要不要考虑考虑留下来呀、啊？在下江城，青蓝府第一大宗门飞仙门掌门。飞仙门历史悠久，老字号。有昂扬向上的企业文化，无限一金顶格上，朝九晚五加双休。公司地址：飞云州青蓝府青山山脉233号飞仙峰 B 座23楼。兑换成功，当前积分1800点。哇，这玄冰派吃分的东西还真不少啊。接下来。里面的人听着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投降缴械不杀。鼠辈，别以为你灭了七月宗就是我五雷宗的对手，在我护宗大阵面前，纵使你有灵台境修为也不够看。我操，那几个憨批是谁弟子啊？掌门，是王长老弟子，王长老晌午时跟刘老师夫人鏖战，马上封死了，导致您的吩咐没下达到。一群废物，没一件事能干好的。众弟子都给我学着点儿。江掌门啊，你报仇的心情呢我能理解。常言道压西了嘞。常言道冤家宜解不宜结，多个朋友多条路，过去的事就让他压西了嘞。江掌门不要玩笑，你我静坐下来好好谈谈厉害。
掌门这也太能忍。能屈能伸，掌门不愧是做大事的人。呀西了嘞，给我弄死他。呀西，孽畜，紫元圣地岂是你。爷，你们个传送阵用用，搁这跟我呜呜喳喳的，要不是老子被那小瘪犊子坑了，我才不稀得来你们这小屁宗门呢。这一切终于要过去了。嗯，老苍鬼，去把冰窖里镇的西瓜拿出来，这两天可折腾死本王了。没错，又是我。啊，算了，我已经生无可恋了。大妖，人妖，不对，妖王。老子废不了那小子，还整不了你们吗？七杀我也。大哥，大哥，算了算了。你小心施主被雷劈。哎，我活了。这大哥，大哥，对不起呀，大哥，怪我害死你了，大哥呀。对外成功。系统奖励这就来了，系统升级。我操，又升级了。哦，再升级就有新技能了，可以给别人提升一个大境界。那我一定要一直给一个人用，一个月一个大境界，那岂不是要逆天。只可惜了那只老虎。小老虎啊，你说你何必想不开寻死呢？等我再升一级给你用了这招，你岂不是天下无敌。极月宗玄冰派，五雷宗啊，四大派里还剩下最后一个，胜利在望了。目标天岩宗。走了。哎，小崽子，以为老子死了吧？哎，这下该不会再召唤我了。不好了，太子传讯回来，玄冰派和五雷宗都覆灭了呀。费长老，您看。不要慌张，想也不过以灵台境修士尔尔，本座既然来了，就是要保你宗门周全。狗东西们，滚出来吧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这就来了，这么快。莫要慌张，带本座出去会一会他。小子听着，老夫乃赤日宗内门长老费同咒，你便是那江城。是你祖宗我，你要替他们出头。老夫且问你，你背后的是谁？这小子看起来平平无奇，却敢如此狂妄，难道是来自什么隐世家族？啊，真的吗？是男人的话就主动出击，老狗受死。你的走狗已被老夫打死，滚出来吧。一定有诈，有人在埋伏。出来，那别怪老夫手段毒辣了，被我发现了。我靠，费长老，哪些是我们宗门的真言啊。这我靠，日了狗了。
废长龙，您把我宗门护宗大阵的阵眼破了呀！看来敌人早有预谋，专门埋伏在阵眼处。不过你们放心，敌人已经被我尽数消灭了。我信你个鬼！糟老头子坏得很，怕不是敌人派来的内奸。敌人已被我尽数歼灭，你们大阵的损失不算什么，其他三派已覆灭了。日后我赤日宗定当全力扶持你们天岩宗。队长威猛！威猛！请抽到宿主死亡，死亡原因被灵台界高手击杀。击杀者赤日宗内门长老费同咒，正在生成生存方案，请稍后。由于实力相差悬殊，系统为宿主安排一次性召唤符一张，打不过怎么办？有鸟让！我靠，有完没完了？那老虎不是把自己撞死了吗？怎么还是召唤符啊？啊？怎么回事啊？果然是您老。为什么会有妖王？你是我哥啊？不，你是我爷。爷，你如实告诉我，你还有多少张召唤符能一次性用完吗？这个老实说我也不知道。爷，我在天妖与妖王里已经排到倒数第二了，龙王和猴王都比我强得多，还有那个银月双兔，你召他，他不仅厉害，还有极品脸蛋和身材，求求你了，别再召唤我了，放了孩子吧。大佬，我是真的说了不算呐，要不你干脆还是加入我。欺人太甚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有招治你。翻脸这么快？兑换成功。当前积分6600点。呀呼！小逼崽子，我动不了你，就从你亲眷和宗门下手。本大爷真是天才啊！我回来了。天哪，甚至那连灭三派，这是何等实力！有掌门在，我飞仙门何愁不强盛？掌门强，高血糖。掌门强，高血糖。你娘的，脏活累活全是老子干，你个小瘪犊子吃现成的，到时候追捧。看我不教你的天翻地覆。谁还差四阶装备，全都换上。呀呼呀呼。是狗子，大黄要养宠物。你才狗子，你们全家都是狗子。这飞仙门都存了些个什么牛鬼蛇神啊，出师不利没看黄历，遇到一个变态萝莉。哥们送我猴吧，掐我吧，你送给我、我松开你行，但是你别动。我不动不可能，一动不动是王八。你才猫咪呢，你全家都是猫咪。不是猫咪，是狗子，小狗狗。不是狗子，是猫。不对，是老虎。你虎爷，百兽之王，一群文盲。好可爱呀、幸福来得太突然。发出呼噜声，老子可是堂堂三眼猎虎王。不对呀、你是，你好像是我的虎老弟呀、别摸了。小逼崽子，封我修为算什么本事，有本事咱们外面练练，出来单挑啊。还单挑？200多斤的大力士都握不动我一个手指头。你想干什么呀？乖乖站好。呀，好凶凶壮啊。这放开老子，这根本不是战斗，你放开老子。
臣服于我，我就饶了你。就凭你，休想！你的眼神不对劲儿。你干什么？事先说好了，奴仆和坐骑不要。我也不多为难你，给我当三年的护宗灵兽，就还你自由。就这，三年，对于修真者和我妖族来说，不过是弹指一挥间，既不觊觎我的妖丹，也不强逼我给他输道行，只是让我做护宗灵兽这种闲差，如此无欲无求，难道他真的是神隐于此的某方高人？怎么样啊？别碰我！也难怪会有这么一只来路不明的小怪物。既然江掌门诚心聘请，我呢，本座便勉为其难干上三年吧。我不如先搞下来，然后再找报复的机会。得嘞，小鸡，带虎兄签劳动合同，以后虎兄就是我飞仙门保安大队长。嘿嘿嘿，这衣服不错嘛，之前从来没见过这类款式。想不到这小子还挺有眼光。好了，咱们飞仙门也算是五脏俱全了，接下来我们的目标就是扩大规模。掌门的意思是新招弟子？没错，我的要求也不高，和你们几个差不多就行了。掌门，我们可是内门真传弟子啊。掌门，他们可都是万里挑一的好苗子，这个要求会不会有点高呢？宁缺毋滥，我飞仙门弟子贵精不贵多。啊，飞仙门招徒，太好了呀。飞仙门刚被灭门不久，现在进去说不定能混个内门弟子当呢。对，总比当散修强。啊，那天资根骨要求这么高，只招真传级弟子？你想屁吃吧，这样能招几个人呢？真的能招到人吗？应该可以吧，但愿。哦，希望新人是漂亮妹子。哼，你们还想着去飞仙门，不要命了？怎么不知道吗？那飞仙门掌门把赤日宗内门长老费同咒给杀了，赤日宗现在正筹备要灭飞仙门呢。哎呦，多亏没去。拉倒吧你，你去了也选不上。哎，找新人好难啊。掌门，您下令吧，我们该如何御敌？啊，御敌？御什么敌啊？您还不知道，赤日宗要来灭我们了。哎，就他们这两下子，一块上还不够一个分魂镜打的，怎么御啊？那怎么办？要不咱们出去躲一躲？躲？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啊，来一次躲一次，这买卖还干不干了？那可是赤日宗啊，跟霁月宗、武雷宗他们不是一个级别，随便派出一个灵台高手也能轻松灭掉那四个宗门，而整个赤日宗有的是灵台高手啊。那四派合谋灭我飞仙门，就是受那赤日宗背后唆使的，找上门来更好，不然我也要去找他们。什么？我就说他们四派为什么这么团结，该死的赤日宗。哼，愚蠢到这个地步，宗门让人灭了这么久才知道幕后主使是谁。什么人？这就来了。端木池。端木池？他就是端木池？是，我随前掌门去端木池家朝贡的时候曾仰望过，是他没错。端木池？什么玩意儿？哼，不如叫端木永池算了。掌门，这位大人乃是端木家四当家家主端木池，是灵台境高手。哦，久仰久仰。池子是吧？啥事儿啊？你这家伙完全没有久仰的样子好吗？本座来此为的是给你们指条明路。端木永池，你接着说呀。这
那飞仙门小屁孩们懂不懂规矩呀、啊？知不知道行业惯例？这时候不该怒舔一波吗？还以为灭掉四派的江掌门是个识时务的俊杰，没想到如此不懂规矩。我也不绕弯子了，知道你有其他后台撑腰，但远水解不了近渴，想要对抗赤日宗只能依靠我们端木家。不过你们想当小弟的话，要满第一，交出被灭四大宗门的珍品藏物；第二，飞仙门继续做我端木家附庸，年年上贡；第三，让纪凌寒嫁给我端木家公子端木子修，算作联姻。掌门，我魔荒，我有办法对付他。可是本尊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，就是对自认为有能力的家伙说 no， 所以我拒绝。掌门他居然为了我不惜得罪端木池。小子，你不要敬酒不哎，行了行了，没人爱听你这种垃圾小角色水台词，老子日常开车不能喝你们的假酒。关门，放小虎。干哈？误嚷嚷的。你是怎么当保安的？什么闲杂人等都敢往里放，你是不是不想干了？他这不还没闹事儿呢吗？呵，你摆烂是吧？记住了，以后不是本派门人，不许随便进出。哎，行行行行行，知道了。啊，那货，我叫你呢，滚犊子吧，还等什么呀？那孙子害老子平白无故挨顿熊。你们这群宵小对我如此不敬，还拿一个小奴才妖怪轰我。啊，端木长老息怒。掌门快认错啊，端木长老他可……靠，你叫老子什么？真虎落平阳被犬欺啊，如今什么下三滥都敢糟践老子。小虎，你别在火上浇油了 呀。死。啊，小虎他就这么没了，以后没有猫奴了。这小奴才妖怪看你还猖狂，轮到你了。哼，还早着呢。这一次老子是真的怒了。妖妖王。四等将端木池。那是妖王。那是小虎。小虎叫虎爷。虎爷好。可以吗小虎？将功不过啊，将功不过。你够了啊，我刚装不满分币，给点面子。啊，掌门他居然就这么和妖王勾结搭背。掌门究竟隐藏了多深的修为啊。好了，咱们说回正事。端木世家的事情先放一边，当务之急是先解决赤日宗的问题。嗯，掌门你吩咐吧。我们该怎么防守？防守？本掌门什么时候沦落到要防守的地步了？不要怂，我们奉陪到底。啊，掌门是要直接开打吗？偷袭怎么样？以掌门和虎爷的实力，刚正面一定没问题的。本大爷什么时候说过要一起出击了？这事关大局，你怎么可以？我当的可是护宗灵兽啊。那你们掌门亲自说的，大伙可都听见了，这对外进攻可不在护宗灵兽的职责范围内，得加钱。啊，既然你喜欢看门，那就在家当看门狗好了。不过我可提醒你，你可是和我签了护宗灵兽契约的，我不在时你可要好好保护宗门哦，否则天罚可饶不了你。这个我比你懂。哎，去吧去吧去吧。掌门真乃神人也，单挑赤日宗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拥有掌门那样的实力啊？哼，神人个屁，你们还以为
那几个大派是他灭的，那离了我是啥也不是。什么意思啊？你掌门是独当一面的勇武之人，轮不到你这条小虎来贬低他。不信拉倒。信师姐啊，我听说呢，那几派被灭的时候是有一只虎妖的身影飞走来着。是呢是呢，而且附近不少散修也因为虎妖的余威震出了内伤啊。真的吗？小虎，你是虎宗灵兽，现在掌门身处险境，你怎么能袖手旁观呢？好好奉承奉承本大爷，那本大爷就考虑考虑。完了完了，赤日宗完了！那狐妖至少天命境，赤日宗那帮人恐怕半分钟。且不说那狐妖，那江城灭完了赤日宗，会不会找上我们来？很有可能，毕竟我们刚对他不敬来着。都怪这家伙，害得我们要承担后果。你这次害死我们了。冷静冷静，那江城也不过是分魂境，只是不知道什么机缘降服了那虎妖，如果我们把江城算计死，那虎妖就无主了呀，说不定还能为我们所用。对，刚才从传送术残像里看到，那江城貌似是没有带着狐妖前往赤日宗，大概是要到地方用某种传送阵或召唤符召唤狐妖，是个机会。啊，可以御剑飞行，一览秀美景色，又可以护着妹子，哈哈哈哈，这个世界简直不要太爽了，哈哈哈哈。漂亮，大当家真是神算。哼，祭出我端木世家传家宝化血刃，再收拾不了你个小瘪三。江城已死，此地不宜久留，端木家略作整顿，静观其变，随时待发。检测到宿主死亡，死亡原因被灵台境高手暗杀，击杀者被暗杀不可用，正在生成生存方案，请稍后。啊，我怎么死了？宿主修为提升至灵台境四重，宿主获得神品灵台，对神品之下所有灵台具有压制效果，宿主即将复活。啊，不给召唤符了，系统，你终于能当回人了。是哪个不讲武德来骗来偷袭我69岁的老同志？人呢？好歹留几个人给我刷经验呢。谁呀？刷完我也不现身，你让我捅你两剑以示感谢呀。哎呀，不管了，反正还有两次复活，对我的计划毫无影响。大当家回来了。恭喜家主凯旋，为苍兰府乃至飞云州除一大患。去将化学刃好生供奉。早知道那江城这么不堪一击，就不动用化学刃了。哼，看来那江城果然自身实力不济，只能靠那虎妖撑腰。杀他前我用神识探知过了，不过是一个分魂境的垃圾而已。汇报一下飞仙门那边情况如何了，那虎妖还在不在？报报。干什么大惊小怪的，冒冒失失成何体统？不好了，家主，那江城他没死。说什么胡话呢，老夫亲自用化学刃击杀了他。探子来报，那江城还在朝赤日宗飞去。没可能啊，我明明探知他已死透了，难道他会什么闭气风铃的秘术？家主，现在怎么办？是我大意了，一次没杀死老夫，就再杀他一次，我看他有几条命。家主，带上化学刃啊。一个分魂境的垃圾用什么化学刃，老夫要亲自将它剁成碎块。游拳风焰剑。哪来的重二病患者，见面就喊招式名？受死。偷袭喊口号，傻缺吧你。这次没忍住，一看你就是平时装的太多，形成了条件反射了。好好学，
看我怎么表演。幽泉风焰剑，哇！啊，这个家伙怎么会有我端木家不外传的功法？而且居然修炼至八重，和家主一个层次。高层里有内鬼。是谁？你，江城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偷学得到我端木家本事？说，你的内应是谁？潜入端木家多久了？啊，老没廉耻的，分明是你端木家先从我飞仙门偷学了去，还好意思倒打一耙？哼，看来你们端木家祖上就遗传着臭不要脸。竟敢辱我先祖，饶不了你！小子，我家功法偷学得来，这玄品灵台也偷学得来。大当家的灵台，可是放眼苍兰府也没几人有的玄品灵台。如果江城也能施展玄品灵台，我直播图。这玩意儿咱也不懂，正好老邓你帮我鉴定一下。什么？这是神品灵台？神品灵台？那不是传说吗？现实中真的有神品灵台？这和典籍里描述的神品灵台一模一样，这怎么可能呢？让你感受一下什么是力量的绝对压制。就这？哎呀，收获还不够啊，得多灭几个宗门才行。家主死了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江城肯定要杀过来的。要不先出去躲一躲？镇静，我们还有底牌。事到如今，只能求助于真正的大佬势力了。这个家伙居然独自一人前来求和。不对呀、啊，传言说他只有分魂境。啊，那都是扯淡。分魂境能灭了四大派吗？他是灵台境高手。江城小儿，凭你也想传我赤日宗痴心妄想？那是六丁天炉阵。哼，这赤日宗还是改不了端架子摆谱的臭毛病。哎呀，真想看那江掌门灭了他们呢。江城，此乃我宗门的六丁天炉阵，只有能挺过此阵之人才有资格做我门下弟子。你若想求和，就先在此阵中待上两个时辰。做你妹的弟子，拿我当练习生了？老子可是导师级别。谁跟你说老子是来求和的？让老子求和是吧？老子这就把你们和平了。他疯了，他不会不知道赤日宗比四大门派加起来还要强大的多吧？哎，对了，不知道这玩意儿能不能兑换积分啊？混蛋，杀我门人，这就是你求和的诚意？啊，等等，你居然成功兑换积分1000点，当前积分7600点。哈，果然能兑，赚大了这次。混账，杀我门人还破我一个阵眼，说吧，你想怎么死？嘿，这个老小子够直接，我喜欢。嗯，来弄死我，快来弄死我，越快越好。嗯，直接要求他人杀死自己而不抵抗，或明显故意放水，视作想要自杀。哎，行了，我知道了。哼，想杀我，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。飞檐剑法，幽泉风焰剑，是端木家的幽泉风焰剑。你小子背后果然是端木家的人在撑腰。端木世家这群小人如此阴险歹毒，原来从一开始就是要针对我赤日宗。哦，小畜生，别以为你身后有端木世家撑腰，我赤日宗就怕了你。家的人听着，
我知道你们在看，杀完这小子就去找你们算账。但愿赤日宗能侥幸干掉那个江城。受死！出现了掌门的玄品灵台，全苍兰府也没几人有的玄品灵台。你这玄品灵台保熟吗？啊！这是什么情况？难道是神品灵台？赤日宗有人用神品灵台吗？会不会是江掌门的？走你！这威压实在太强了，他居然离开自己的灵台，太嚣张了！给你机会你不中用啊！小子够狂，敢在这个时候做出离开自己灵台的自杀行为，你要为你的狂妄付出代价了，自取灭亡吧！自杀行为？系统，我这算自杀行为吗？系统，我这算是自杀行为啊？回答宿主问题。真是吓死爹了！去你的！你搞偷袭是吧？弄死他！快，别让他缓过来！要不要这么多人呢？我成哥这么受欢迎吗？别打！我靠！你们给我个痛快行不行啊？他修为太高，我们的攻击没法迅速击杀他。大阵，用大阵！好！六鼎天湖阵，五族分魂境的弟子全部退入避火阁避险。那是跑，快跑！还做不做人了？你们把我烧烤了是吧？救命啊！快跑啊！本座一生最恨两种人，一种是让我装不成。掌门神策，智杀神品平台，掌门威武。说到宿主死亡，死亡又是虎兄的召唤符吧？早知道就射死了，靠神品灵台估计也能干掉他们。宿主浴血奋战的英姿，感动了冥冥之中九幽群魔的战之英魂。宿主获得九幽群魔战魂之力加持一次，持续时间3分钟。这又是什么新鲜玩意儿？江城已死，赤日宗门人听令，稍作整顿，与我杀入端木世家算账。是。我现在是江城了，让你们也尝尝被烧烤的滋味。这都不死，这家伙怕不是妖怪？我还没出力你们就倒下了，三分钟之间连一分钟都没用。真是太浪费了。必须要利用起来。赤日宗的混蛋伤及无辜，好痛啊！我被震出了内伤的。江掌门，他居然还活着！众散修们听着，赤日宗已经被本座覆灭，再也不能为祸青兰府了。真的假的？只能用实力说话了。给爷开！这下信了吧？这。江掌门神威盖世，授予天级，除掉赤日宗这个毒瘤，江掌门功德无量。低调低调，就这我还没认真呢。赤日宗作为青兰府最强宗门之一，有什么好东西呢？哇，怎么非死啊？怎么平白无故的藏积分呢？系统，啥情况啊？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回答宿主问题，您方才的行为让众多散修内心崇拜，
成为金妃。哈、啊、我就说这种的机会不能浪费嘛，还有这种意外收获。哎呀，这赤日宗果然是大宗门，战利品可真不少，嘿嘿，大丰收了。三铁灵脉可回收给系统兑换积分20000点，是否兑换？六丁天罗残阵可回收给系统兑换积分10000点，是否兑换？对对对，必须兑。兑换成功，当前积分38850点。老子发达了。嗯，大黄的气息。喂，大黄，不好好看家，偷偷跟来干什么？咦，不是大黄，难道让我看看是怎么个事儿啊？新的世界之心碎片出现了。哼，我来也。那个虎爷，您说掌门会召唤您，怎么还不见动静啊？你是在质疑我？没有没有，虎爷，我只是担心掌门的安危。放心吧，一会儿传送门就会出现，趁你们掌门离了虎爷我呀，啥也不是。哎，又谁敲我？喂，小虎啊，一猜你就不好好站岗，果然又跑到这儿来吹牛，是不是想被开除？靠，好意思说我？你那赤日宗灭了没有啊？灭了呀。哎呦，你忽悠得了他们，忽悠不了我。你区区一个分魂，等等，你走的时候明明还只有分魂境修为，现在怎么就灵台境了？我早就说过了，我乃世外高人，不要试图以你那凡间的格局理解我。啊，不对，即使你有灵台境修为，也灭不了赤日宗啊！我听说了，他们赤日宗有好几个灵台境呢。哼，你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？哼，你以为我懒得去？等着，老子这就去拆穿你，让你在弟子面前下不来台。这怎么可能？莫非说他灵台境？就算是天命境修为，面对这种程度的护宗大阵也要费番功夫，难不成他真的隐藏修为到连我都察觉不出来的程度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那非凡间修持者所能办到的。全员五阶装备，嘿，咱们飞仙门可谓是青蓝府不，飞云州独一份了吧。怎么样啊，小伙，没骗你吧？哎呀，江掌门果然手段高明，在下佩服啊。哼，刚还说掌门面那四门派都是他的功劳呢，原来是在吹牛。就是，小虎真会给自己脸上贴金。靠，我刚才还叫虎爷呢，现在改小虎了，这么撕了眼啊。对了，大黄，爹这里还有一个大宝贝给你瞧瞧。哇，是世界之心碎片，我们很厉害。好刺眼啊。大黄他成寡狼了。耶，魔法真好。我靠，大黄你变重了。这个家伙变得更危险了。你现在可以让灵脉品阶再提升吗？可以呀，大黄这就表演给嬷嬷看。哇，是四阶灵脉，咱们宗门的灵脉升级成四阶了。端木世家和赤日宗也不过是三阶灵脉而已。咱们飞仙门以后就是青蓝府第一洞天福地了。灵脉品阶提升了，这怎么可能啊？我在这天妖域洞府也才只有六阶灵脉，而这小东西却能在青蓝府这种风水匮乏之地强行造出四阶灵脉来。乖女儿，奖励给你大把的零食吃。这小东西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啊？
齐少主，事情就是这样，您可要为我们端木世家做主啊！哎呦，混蛋老二，耍我呢！齐少主，小人没有半句谎言，那江城真的有神品灵台，我们端木家几位长老都看得清清楚楚，我们家主的玄品灵台被压制得毫无还手之力。一派胡言！左右，送客。是。齐少主，求您出手帮我端木世家周全呀，齐少主。鲁师叔，您怎么看？那狐妖的事，我也有所耳闻。以一人之力覆灭赤日宗这种事，就是店主亲自出手，恐怕也难做圆满。您的意思是，那虎妖的修为可能比店主还要高？是也，毕竟传言和端木哲都说那虎妖是妖王级别，此事我们需谨慎，万不可捅娄子。依我看，还是禀报店主，由店主定夺。陆长老且慢，齐仓有一妙计。哦，系统，给本大爷看看有多少积分了。嘿嘿，呆着啥也不干就能赚积分，体验一把当矿老板的幸福。掌门，入门仪式已经都准备好了，就等您到场了。哇，新一批韭菜到货了。走，让他们欣赏一下本掌门的雄姿。